什么日子？猜啊。不知道啊。薪水日子。你领多少？还要给我？要彩排到28号。有吧？真假啦？有这么低薪？真的啊。台中都快活不下去。哇！讲这种话。你要来啊？我你手表哪里啊？哇，服务真好，不知道哪家店的。我等下就回家。要来啊？没有啊。看起来像有钱。我看起来就像你。你拿来啊？问你手表哪里啊？那个啦。你拿来。你跟上楼拿，我没有钱。就是没有钱。真的啊。哇。有，我给他钱啊。呼呼。啊。我就喝，个饮料，那边哦。啊。印刷的部分可不可以请你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、哦。怎么对？用嘴巴对啊。定位，我们对一次。对啊，他反哎，你艺人。我老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听得到不？今天几号吗？几号？15。然后呢？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我猜啊。不知道啊。哇、哦，今天是发薪水的日子，你领到了吗？没货。你领多少？还要给我？要彩排到28号。28。发薪水要彩排啊？不用。领两次哦。可以啊，要吗？我当然不要啊。那样彩我可以。你今天领多少？我不跟你讲。跟我讲一下，我还不知道你薪水领多少、欸。28呢？28屁嘞！扣劳健保28。真假啦、啊？有这么低薪？真的啊。台中都快活不下去。哇！讲这种。讲这种话不可能啦！8月28，我要去吃饭。他才不是我助理嘞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不要每次都乱讲好不好？他们一直讲说，是不是怎么可能28？真的28吗？怎么可能？对呀、啊，我总不能说10万，说实话吧？就没有了，你们查税，我竟然没有那么多。对呀、啊，我每年都缴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